迎回来，金陵天下。陈董，听说您当初在疫情的困境当中，您祭出了汉民三箭，其中最重要的一支箭是成功的说服日本那边的官方单位还有合作伙伴，让你们派员去支援他们人力不足的问题。哇，这对日本人来说是很困难。听说您在72小时旋风式的拜访了15个单位，您是怎么做到的？是，我想当时的一个状态是在国门开启，台日的国门相继开启，那么准备迎来这个复苏的旅运市场的时候，我们才收到通知说日本在这个各场站的人力这个大幅的不足，那造成说航班没有办法如期如过去的这个承诺把它开出来，甚至会有减班跟砍班的问题。那这对这个国门好不容易迎来的国门的开启以后的市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所以当下我就决定说，这个可能需要我亲自赴日跟他们坐下来沟通一下，去了解一下真实的状况是什么，然后再来排解这个问题。我想这也跟这一个带领团队管理以身作则，我想这个一直都是我坚持希望能够让团队看到的，也是我要求我团队的主管你要自己带人带心，你要自己做给你的伙伴来看，大家才能认同，才能跟上你的脚步。所以当我知道说日方在原先的这个航班承诺上有了变数，必须要减班砍班，那影响的是我们在去年迎来的第一个冬季的假期，甚至是过年春节的假期的时候，我立刻就请团队安排那到日本的地面场站的这一个公司坐下来向他拜访。那这当中也包括了日本的国土交通省，包括了各县厅的代表，还有地面代理、机场代理、代表公司等等这些行程的安排。那也透过各方的这一个交流跟协助跟理解来排解这个问题。那最重要的是到了这一个日方的地面场站的代表公司，我去倾听他的问题所在，那么以同理心能够理解人家的难处的时候，你就不 你不是一昧的只是希望对方能够配合你，那坐在台北坐在办公室一直要求说不能减班不能砍班，你就一定要维持，这是行不通的。当我飞到那里，我去关心你的难处，那么我知道你的难处，或许我可以提出解决的方式，譬如说你缺人，机场缺人，那么我就率先提出说，那么我把我台湾在机场的同仁借给你用，那我也向他承诺说，我台湾机场人员有很多是日文有 N1 水准的，所以我到了日本的机场场站能够维持你的服务品质，也能够带给旅客更安心的这一个旅游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以获得他的认同。这个就是在沟通当中双方互相理解，然后排解问题，然后共同来达成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是，那有没有哪一个航点是最难沟通的？台湾虎航在日本都还蛮深受各航点的欢迎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谈，就是说我们主要是飞航2、3线城市，所以对2、3线城市的县厅来说，他是看到虎航带着旅客能够去观光，能够去消费。所以他对于虎航在航线航网的布局跟这一个航线的安排的这方面，他是非常的欢迎的。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我们在日本还蛮受欢迎，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陈董透过同理心的沟通，站在员工和合作伙伴的立场去思考，成为他带领团队可以再创高峰的一个特色。那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聊，那他怎么解决缺工问题。